九块九，八块八，九块九，啊八块八，上链接。太 low 了，他应该模仿我，应该模仿你的漂亮一点。请问你对郭碧婷的看法是怎么样的？挺好操控的。听说你在上海去录录造谣，说你可以操控我老婆，是不是？没有，都是你叫他乱剪的啦。我后面说的是郭碧婷。我没有说郭碧婷。旁白哥抱抱大陆网红扮向太，简直神还原。向左为这事儿逮他到直播间算账。进出来，他说啊，这是男厕所。哎，中国杭州网红释行行啊，万圣节反串扮香港富婆向太。我是行行太，这次我要把失去的都夺回来。请问你对郭碧婷的看法是怎么样的？挺好操控的。他跑去上海参加万圣节派对，惊动民间，也震到了朝廷。太 low 了，向太本尊看在眼底，颇有为此小不爽呢。他应该模仿我，应该模仿你的漂亮一点。宝贝儿子向左知道老妈和老婆受到不平，下战帖问十月三十一号互动一下哈。好吧，把他弄过来直播间了，你打我。于是产生这荒谬好笑的合体啦。九块九，八块八，上链接。九块九，八。找那个听说你在上海去录录造谣，说你可以操控我老婆，是不是？没有，都是你叫他乱剪的啦。我后面说的是郭碧婷，我没有说郭碧婷。哎，那你喜欢什么颜色？我准备送个麻袋给你。我喜欢多巴胺色啊，跟我这个很配套啊。多巴胺，我手里只有米色、咖色、棕色，因为我超喜欢米勒的颜色，我会送一个米勒的颜色的麻袋给你。喂。喂，长绳子，喂，喂，十，喂，来看一下，我心态的竹子会舞，我先走了。他那个衣服也不是华人天奴的，我那个是鸵鸟毛，他那个是，我是高定的，几十万的，我不知道他在哪儿，快买的吧。对呀、啊。哎，我们要去买菜，然后去买BB 的对玩具。哎，我是不知道您媳妇好不好操控了，但向太所处的异化空间好迷幻哎。你们先忙啊，拜拜拜拜拜。三立娱乐新闻，挺好操控的报道。